那这次的新专辑呢，有跟朗朗合作，跟他学了一个我觉得很屌的东西。哎呦，哦，不错，来咯。今天很紧张，因为没有在现场表演，这时候要有尖叫声。有点紧张哦，手套先拿掉了。送给大家的新歌《红尘客栈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